欢迎收听中华圣母会主日福音分享。2021年十月三十一日，上年期第三十一主日，马尼古福音第十二章第28节到34节。那时有一个经师来问耶稣说，这些诫命中对一条是最重要的。耶稣应说，最重要的诫命是，以色列人啊，恁着听，咱的天主上主是独一的天主，你着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你的天主上主。第二条是，着疼别人亲像疼家己共款，无别个诫命比这两条搁较重要。迄、那个经师甲耶稣讲，老师讲了真对，天主是独一的，伊以外无别个，咱着全心全意全力去爱伊，搁着疼别人亲像疼家己共款。这比一切的全犯罪甲牺牲搁较好。耶稣看伊应着真好，就甲伊讲，你离天主的国无远啊。这件代志以后，无人搁加质问耶稣啊。福音默想，犹太教的经师、法利赛人、甲撒杜赛人，因为因无法度接受耶稣所宣讲的福音，所以因常常会找一寡哪对跟哪唔对的问题，也是找一寡真歹了解、搁真深的法律问题，假先要来问耶稣。事实上是想要予耶稣歹看，要甲耶稣闹开，也是要甲耶稣掠包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对一些人有偏见，特别是把他们发生过冲突的人，我们更加会把所有差不多是那型的人把他们打飘头。所以以后若是把他们做伙的时候，就会把他们所说的话想对别人的意思去。在今天的福音中，写到一位经师来问耶稣讲，最重要的诫命是对一条的问题。在这的进程，耶稣当咧和撒杜赛人辩论关系死人搁活的问题。这位经师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诚心来问问题。耶稣嘛真认真，搁真详细来应伊个问题，搁学了这位经师真聪明。耶稣予这位经师真明确个答案：你着全心、全灵、全意、全力爱上主，你个天主，搁着疼别人亲像疼家己共款。这位经师虽了解耶稣个意思，就是着爱天主，甲疼别人亲像疼家己，看下所有的界限甲牺牲，就安尼，耶稣学了伊真巧，佮甲伊讲，伊已经行伫天国的路里啊。耶稣的答案，毋但解开经书的疑问，更加予咱了解天主对咱的期待，也希望咱随时尽足伊，搁着全心、全灵、全意、全力爱天主。毋过，咱看袂着天主，咱着用满满的信德，伫祈祷中亲近天主。那安尼，咱要安怎用看会到的方法来表现出咱对伊的爱呢？耶稣嘛有予咱答案，就是
就疼别人亲像疼家己同款。就是咱唔呐关心家己，嘛着关心咱四可为的人。这才是天主教示咱的爱人的精神。主所爱的你，伫今仔日的福音中，耶稣邀请咱着放下咱所有的偏见，对他人拢着用开放的心，诚心来互相接纳，嘛着用实际的行动来疼爱别人，亲像天主疼咱同款。伫这个礼拜内，咱着好好啊来想一下，疼咱真心的天主会希望咱安怎做呢？咱要安怎来爱主爱人呢？祈求天主继续赏赐咱恩宠，互咱会当体验到伊对咱的爱，嘛互咱用行动，把这份爱传互咱四可为的人。阿明。